今日九月十四日，随中国军机了台，英国甲澳洲外交部长甲国防部长是发布联合声明，共同反对改变台海现况。按照日本甲中国外交部长通电话，毛强调台海和平的重要性。台海局势无稳定，国防部初三发布有强基十四架次四只强南交台，强基正在西南空域接近东沙岛，台湾继续严密监控。另外，英国甲澳洲外交以及国防部长第二度会议阿克明聚焦印太区域现况，初日发布会后联合声明，除了比较去年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英澳两国今年阁增加共同反对改变台海现状，承诺深化甲台湾的关系，共同合作支持台湾。That human rights is being threatened by a range of characters around the world, and indeed people are testing sovereignty of nation states in a way that should worry us all. And whether you are in Ukraine.Or whether you are in the far Pacific, from a United Kingdom's point of view, those values are true, and are worth standing up for.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rking together with us through the architecture of AUKUS to help Australia acquire a nuclear-powered submarine capability. 英澳强烈反对中国在南海军事化，也视察澳洲在英国协助训练乌克兰志愿兵。另外，日本外相林芳正七日暗时甲中国外交部长秦刚通电话。林芳正指出，中国在东海还佫有甲俄罗斯合作军事活动，引起日本忧虑佮关切。同时也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私から日中両首脳間の重要な共通認識であります、建設的かつ安定的な関係の構築という大きな方向性の実現のために。連携していきたいという旨を述べまして、同部長からも同様の考えが示された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要在七月第一摆访问中国，有希望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九月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联名致函布林肯，讲到美国总统拜登表达对台承诺正坚定，呼吁布林肯依照台湾路线法访问台湾，实践承诺，也传达美国强烈反对中国军事的倡导。记者综合报道。